33题，33、34题一组，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33、34题。新闻报道：一辆满载30吨苯乙烯的化学槽车，已因胎压不足失控翻覆，大量苯乙烯外泄。警方及环保局立即封闭道路清理。环保局表示，苯乙烯是制造塑胶及合成树脂的原料，本身无毒，是挥发性高的溶剂，易引发爆炸意外。33题问我们说，成为查询苯乙烯的化学式 C8H8， 请判断苯乙烯应该属于哪一种化合物？我们看到化学式 C8H8 表示只有碳跟氢，而只有碳跟氢的是所谓的氢类，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请判断苯乙烯应该属于哪一种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氢类。